小青与捉妖师水火不容，两人经常一言不合就大吵。但一次意外中，却发现自己对他有些心动。小青非常羡慕好姐妹小白能与凡人许宣情定终身，但人妖殊途，捉妖师极力反对。若是有一天你也爱上一只妖，你会如何？我是捉妖师，我怎么可能爱上一只妖？ 天机之白蛇传说，4月14日晚间7点，未来综合台全台首播。